一，除粉尘，可清除纸毛、纸屑、纸尘、印刷喷粉等杂质。印刷前使用，可清除纸毛、纸屑、纸尘等杂质，改善带印纸张的表面质量，提高印刷质量，降低印刷过程中的废品率80%左右。印刷后使用，可清除喷粉，加快油墨干燥，防止沾章、背后蹭脏等质量问题的发生，减少了纸毛、纸屑等杂质进入印刷机的情况，延长了印刷机的寿命。二，松纸，通过震动、吹风起到松纸作用，减少双张、纸张粘连，减少停机次数，提高生产效率。三，起纸，通过震动托盘和高压吹风装置，可以把整架纸一次性整齐，代替人工拿纸。四，翻转，用于双面印刷的纸堆翻转，极大提高工作效率。人手翻纸对体力消耗非常大，可以将员工从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，给员工创造较好的工作环境。五，效率高，操作简便，平均3分钟完成纸堆的翻转、除粉尘、起纸过程，无需专业人员操作。